法从事事发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今见在说法都能背。然后呢，就一文解义，认为说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就这个佛世界向西过一个世界、两个世界、三个世界，过一万一个世界呢，就过十万一个世界，就有一个世界叫做西方极乐世界。很多人都是这么理解，其实啊不了解啊。为什么？我们的娑婆世界是一个生灭的世界，你像西过一个世界还是生灭的世界，过一万一个世界还是生灭的世界，过十万亿呢仍然是生灭的世界，而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不生灭的世界啊。所以你这个正面的真理又推下去，还是正面的世界，不管你怎么推啊，还是正面的世界啊。所以你没有真正了解啊。所以有些人呢，他看到镜头里面说啊，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他就迷惑了。生呢决定可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又实不去，那不是什么？其实我们要真正透彻了解啊，念佛法门同样的离不开般若。我们所念的阿弥陀佛和所求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实相般若啊。我们现在知道念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这个念，这个呢是当造般若，自心自佛，自心作佛，自心是佛呢？是本觉，本觉的离体啊，就是我们本经上所说的藏性，那如来藏性啊，本性啊，自性啊。事先做佛呢，是四觉，现在知道你阿弥陀佛，心本来是佛，现在又念佛，念佛就是做佛。哎，这个做佛呢，是死觉之智啊，死觉的智慧啊，以死觉的智慧来念本觉的意义，死觉本觉无二呢，成就究竟觉，这个成为无二法门啊。是心是佛是性德，是心作佛呢是修德，性德修德无二，才是无二法门啊。所以我们要透彻地理解。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修心理物理关键啊，不了解究竟圆满的教理啊，没有学过准能言啊，所以呢啊就不认识清净的真心。清净的真心是什么？日用名为啊，一切都是我们这个真心的用啊。我们现在能说话是真心的用啊。所以呢不了解啊，不认识啊清净的真心，修行上呢就缺少了正确方向的指引，修行呢就一直走在歧路上，一直走在岔路上。所以可能眼睛啊叫人修行呢，就是直指人心啊，直指一位清净的如来藏真心。这如来藏真心啊，迷之则生死无边，悟之则轮回顿息。正如圆觉经上所说的，知幻即离，不假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根基够啊，就可以好像人言上所说的呢，不立真起扩法身，一超指入如来地，直接呢修佛圣啊。妙法莲华经上，如来称性即谈啊，开权显实，会战归一，就说啊，唯有一佛圣，无二亦无三。
除佛方便说。我们说二圣呢，大圣、小圣呢，说三圣呢，声闻圣、缘觉圣和菩萨圣呢，这个都是佛方便说，唯有一佛圣是真实啊。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个能量大法呢，我们就可以直下呢轮回正对齐。所以啊，受能源三昧呢，是诸佛的法印，得到这个法印呢，就可以在十方世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无非都是提这个最上圣的法印来普印一切众生的心力，令众生能够得到啊成佛的正印，从成顶劫生死轮回之中解脱出来，并且呢啊，本经的内容啊非常广泛，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无不都被啊。所以有些九圣赞说，《楞严经》啊，无法不备，无机不涉，三根普被立正全收啊，根基很利的人顿悟成佛。根基比较深一点的，就见识你去修，修三见识啊，立五思五位啊。禅，因为他啊，开始这个知见呢，见地呢，就与能邪经相应啊。能邪经我们都知道了，五祖以前呢，都是以啊，阿弥陀佛传下来。都是以能邪经啊来印心呢啊，五祖啊弘忍禅师传给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呢，才以金刚经来印心呢，之前都是用能邪经印心的。所以跟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大佛顶所的严经呢，与能邪经呢有相同的意趣，所以呢也是中文下印心的经典。并且呢，大藏经中啊，续藏啊，有40多种，收在里面有40多种历代祖师的对于舍利严经的著书，很多呢都是禅宗的祖师。你比方说旧书的那个天如禅师啊，至正年间呢，天如禅师。新书呢是交关真迹禅师，他写做一个楞严正脉书。那你包括我们这个啊藕益大师做了一个大佛顶所楞严玄义文具，用啊轮空性相。我们所依据的呢是号称为楞严不复的原因法的一个大佛顶所楞严的讲义啊。所以呢啊，这是禅律呢，本经上所说的4种清净明慧啊，4根本戒讲律。密呢啊，能严重就是密法啊。净呢，25圣修正圆通上面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本经啊，禅净律密，包罗万有啊，都具足。所以呢，本经啊，在印度呢，就被视为国宝啊。它这个本来在人间是没有的啊，是龙正菩萨啊，应这个龙王的引请啊，到龙宫里面说法，在龙宫的法藏之中。读到了这个大佛顶所楞严经，默诵啊，把它记下来，回到人间呢再说出来，再记录下来。那么然后整个印度呢就把它视为国宝，不允许
流啊传出去，不允许流传出去。印度有一位高僧呢，我们看这个译者啊，旁中天竺扎门波那密地，波那密地法师呢，啊，波那密地啊，译为中文就是极量啊，这个法师呢，他为了利益中土及众生呢，所以呢就想把这个什么眼睛啊带到中国了。第一次带的时候呢，随身带着，就给那个守卫边关的官员呢搜查出来了，发现了，没收了，一法忘区。第二次呢，他就用非常细的那个白布，用很小的字啊，很小的范文写在那个白布上面叠起来，把自己这个手臂啊切开，把这个经典放进去，再把这个手包起来，然后要等到这个伤养好以后才出关。这手里面你谁检查得出来啊？啊，所以呢，他就出关了，顺利把这个经呢就带出来了。航海呢，由印度航海呢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当时有一个被贬的宰相啊，叫黄蓉。很欢喜，把这个波拉密地法师呢引请到智子寺，智子啊啊，智子寺呢就现在光孝寺，引请到光孝寺。哎，法师呢就说，我有一个法宝传到中国来，啊，要传到大唐来，马上呢就让人重新把自己的嘴又化开，把这个经拿出来。你看这些人是不是很不容易呀？啊，非常不容易，哎，化开。你这法是为法忘虚啊，啊！但是怎么样？因为这手里面啊，血啊凝固了，然后要凝固了，形成一个血团呢。你强行打开这个就会破坏掉了。那黄蓉啊就很忧愁，她女儿看到了，就说：“父亲啊，你怎么父亲那么忧心啊？”父亲就把这个经过告诉她，这女儿很聪慧，就说：“有办法了，用这个人理。”用这个女人的这个乳汁啊浸泡，这个血就会慢慢散开。果然如是啊，用一些乳汁啊浸泡以后呢，这个血就慢慢血块慢慢的散开了，这个筋呢可以展开了，来马上就翻啊，马上一个经典。然后这个法师呢他非常持戒，那他把这个筋一翻一完，他马上就匆匆忙忙赶回印度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宝国家的法律不准传出去，那这个法师把他带出来了，那如果追查的话一定会处罚那个守卫边关的那个官员，所以呢法师不希望人家替他受过，他愿意呢回国去接受处罚啊。这个为法忘区呢是我们学习的典范，那也可见这个经呢非常珍贵，非常不容易。而且呢这个经的名字呢是很早以前在那个智者大师啊那隋初啊隋朝那个时候，智者大师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听到了这个经的名字。智者大师呢啊立这个空卦假卦中卦嘛，立这个三卦嘛，弘扬天台教义。就有一个印度的梵僧呢，由空中腾空而来，用神通力量来到天台山，就与智者大师谈话，听到智者大师跟他讲这个三观呢，就很赞叹，说你这个三观啊，你所立的这个三观啊，跟我们国家的一个法宝啊，《大佛顶总严经》啊，很相同。哦，智者大师就很高兴，很欢喜，就专门在天台山做了一个拜金台，每一天呢向西方拜，希望呢《大佛顶总严经》早一点传到东土来利益众生。拜了十八年都没有啊，都没有求到了，所以后面才赶得波那密地法师呢把这个经典
冒着生命危险的带过来。偶义自序法师呢，有一本著作叫《月藏》，读大藏经，告诉我们啊，《诗经》呢，告诉我们一些静物啊。他上面就说呢，总能言兵阿兰是堕摩登啊。那么呢，总能言兵它的内容，它的降起因缘呢，是阿兰陀尊者他是堕摩登邪女之难。事件呢啊，受了这个摩登邪女这个烂啊，这个淫欲上到底烂，佛放顶光作咒，四文殊往复提奖来归，提醒大法先为开元解，四圆形，四名原位，乃至金烟七去，详辨阴魔，详细一一地跟我们剖析五十种阴魔的境界。此宗教思然，性相总要，一代法门之精髓，成佛作主之正义。这个评价是极高的了。宗教思然呢，宗门教下呀，这紫兰针呢。性相重要，性中相中，它以重地心要核心精华啊，性中啊，我们称为三论中啊，啊，也称为生光派啊，相中我们称为唯识中啊，法相唯识啊，也称为广行派啊，它的重地心要都包含在这个大佛顶守门眼睛之中。一代法门之精髓呀，我们学好了大佛顶守门眼睛啊，对于释迦如来一代十教四十年含经三百余会，这个心要啊精华呀、啊、都学会了，成佛做主之正印啊。你做官要上任，要得到一个印，印见光印，表示呢你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成佛做主的正印呢，也是大佛顶守门眼睛啊。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了这个经啊，确实无比的重要啊。而且对于现在的末法时期啊，尤其重要，让我们好像照妖镜一样，让一切外道邪说原形毕露，让一切啊复活外道无所遁形，让我们不会走弯路，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实修的方法啊。我们按照简单的啊，按照这个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来说一说啊。一般讲经呢都会说先说天台的五重玄义，或者呢按照显手中说是玄门啊。我们金钱的玄坛就不用说太多，直接的迅速地进入到这个经文。重点是讲实修的方法啊。我们啊天台的五重玄义呢，就是四明辨体，明中论用，判教下。先是四明啊，这个题目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尘守能严经。这个题目很长啊，二十个字。除了这个通，这个通明这个金字啊，前面别名就有十九个字。别名十九个字呢，是在如来为这个经所立的五个中，把精华抽出来，来成立的一个名字。经的后面呢，文殊师利菩萨向佛提醒，这个经呢叫什么名字？释迦如来呢说了五个名字啊。那么接集者呢，在佛自命的五个名字之中呢，选择最重要的呢，
取了十九个字合起来称为一个经名。如来所立的第一个经名呢，是大佛顶悉达多波达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在这个经中啊，在这个题目里面呢，把大佛顶三个字选出来，然后呢，在如来所立的第三个经名呢，就没有节省，全部呢用上来了。如来啊，所立的释迦牟尼佛所立的第三个名字呢是如来密应修正了义八个字。因为啊，我们本经呢修因正果啊，核心义心要呢就是这个八个字，如来密应呢修正了义。密应我们知道用这个不生不灭如来藏真心去修，是如来密应啊。修正了义啊，修行正果啊，圆正理了义教。后面的八个字呢，诸菩萨万乘守楞严呢，是取自于第五个名字灌顶章句诸菩萨万乘守楞严。这里面呢就隐秘用显把密的那个灌顶章句那个四个字呢略掉了，就用了后面的这个诸菩萨楞严啊。总而言呢，一切是究竟坚固啊。啊，一般所如来的经典呢是七种立体，单三复三具足一。单人立名，你比方说佛说阿弥陀经；单法立名，比方说大王涅槃经啊，大般若经，但律定，比方说梵语经啊，宝毕经，就是单单用比喻来立经名，还有人法立名，比方说文殊般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啊，人欲立名经呢，比方说《如来狮子吼经》啊；法欲立名经，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妙法莲华经》，妙法是法，莲花呢是欲；还有人法欲立名，具足啊，具足立名，比方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是法体相用啊，体是大。啊，相是方啊，广是用啊，佛是人，华严呢是比喻，以菩萨六度万乘的樱花来庄严如来果地万德庄严的境界。又比方说圣曼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圣曼经啊，圣曼呢是人，圣曼夫人啊，狮子吼是比喻，一阵大方便方广是法，人法律具足立名。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以处所来立的经名，比如说能伽经啊，如来在能伽山住；比方说以人住立名的，比方说千佛明经啊，还有以住法立名的四十二章经啊，六度经。本经呢是人法立名，略兼于喻，主要是人法立名啊。如来是果地上究竟圆满的圣人，诸菩萨是因地上修入住万乘的因人啊，因地上的圣贤。是人，然后呢，法呢，有性法，有修法，有性德的法，有修德的法。大佛顶呢，是性德，是离体，修正呢，啊，修正了义嘛，啊，修正呢，
就是修法，还有教理行果法。密因，如来密因呢？密因是理法了义呢，是教法了义教。外神是行法，准言是果法，所以教理行果法都具足，信德修德法都具足，并且以佛顶来比喻如来藏性，所以呢略兼于喻，所以我们略说这个经名啊。有些法师的这个啊著书啊说得很广泛，我们就不用了，我们略说一下就好啊。然后呢遍体，遍体啊，本经呢所说的离体就是如来藏性，经上说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定，其性称为妙觉明体啊，妙觉明体啊，直接地把这个如来藏性这个离体给我们指示出来，让我们能够证悟。根基很利的人就能够知道呢，狂心顿歇，歇即菩提，淡静妄缘即如如佛啊。所以说啊，就是禅宗的祖师说，若论佛法一切现成，一切现成这个修啊，什么修啊，假名安修啊，这些都消磨习气。哎，你去顿悟，是来见修啊。啊，这个是如来的真沙摩地。比较根基比较次一的那人呢，就要见修、见证啊，来自于成佛。临终修行的重要。显体呢是从法身上来说的，临终呢是侧重于啊般若。本经修行的重要是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如来密因呢啊，如来密因呢，不生灭的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性。我们后面经文上是说十番显见的，就讲了啊，那个见性呢不动啊，波斯匿王三岁的时候看恒河，到他现在年纪很老了看恒河，见性呢没有，没有生命啊，身体呢就是。法门文字性，性成无上道，文性呢也是不生不灭。哎，我们听到音声啊，后面经里面讲集中啊，如何罗集中呢，接那个中的时候呢，那我们听到这个钟声是我们文性在起作用，我们没有集中就听不到声音呢，文性还是没有动啊，啊不生不灭。所以呢，以不生啊，这个不分别的实质与不生灭的离体相应，就能作为如来啊。所以修行的心要呢，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啊。六祖慧能大师说：“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啊，因中把第六意识的分别转过来，转为妙观察智；因中把第七末落时我之识的执着转为平等性质；真能转呢，就是初地菩萨了。我们学那个啊，玄奘法师的《八十规矩颂》啊。就很明白了啊，即起初心平等性，无功用恒我恒吹啊，
欢喜地啊，也称为极喜地啊。在那个时候，在初地的时候，才能真正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末落所的执着转得过来。那么呢，这个是啊，我们说真正的能够以不分别的实质与不生灭的一体相应呢，即名如来。谁正的相应呢？是菩萨。啊，声闻正和缘觉正呢，这个二正呢是相治理相应。法华上说化成啊，修行人如果不了解两种根本。不了解生死轮回的根本和菩提涅槃的根本，不了解这个两种根本呢，以妄心来修行，错乱修行。很多人是这样子哦，我今天饮食也调得好，身体也健康，我打坐很清净，我觉得我很有修行了。明天呢，我头痛，那我修行就退步了。总是这么执着在这个生灭心上面。去颠倒啊，还认为自己很有修行，来自于啊，独守悠闲啊，成空自寂，由是法尘分别隐士啊，把那种微细的昏沉境界看作是一种定境，这是错乱修习了，你会成就吗？很难的啦，只是成为什么？成为天魔外道了，所以那个就是全部相应的。但是临终呢，是侧重于以不生灭啊，以这个不生灭力，如来藏性呢，做本修因啊，因地不增，果招于取。论用，用有中用和用用。中用呢，是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始终断惑正真，圆满菩提，以归无所得。这个是中用啊！啊，本经最后说那个五十五位菩萨，后面最后说圆满菩提，以归无所得。如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菩提，实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离一切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离相修善啊。成佛以后呢，从体起用，广益群真，这是用用。我们听他们说，四颗七大都是如来藏性啊。让阿难和大众呢都能够大开眼界。经文说：“悟得四点，诸所有物皆系菩提，妙明圆心。”啊，皆系菩提，妙明圆心，当向即道，即是而真。真正悟道的人呢，三合即大地，全入法王身。这是用用，还有利用，经文上面，释迦如来啊，顶撞化佛啊，说能言众，命令文殊呢，以这个神咒去救助阿难，这是密用，判教相。在天台的五十八道之中呢，本经因为是怎么样，谈天赐小，判大包圆呢，属于。方等词，在啊八教呢，藏通别圆啊，正见秘密不定，这个八教之中呢，啊化法四教，藏别圆，正属圆教，正属圆教，也兼设藏教、通教、别教，化法四教呢，正见秘密不定都有啊。顿悟啊，直指人心啊，直指如来藏性为主啊，顿悟顿证啊，不立根起或法身，一朝指入如来地，这是顿教。然后呢，以三见次来修行，
这个是属于现象。说把一个能言的谈禅说成能言咒，这个是密教。不定教呢，法会大众呢，闻法获得法眼镜，唯有信比丘尼独证阿罗汉，就是不定教。然后呢，我们看那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五重玄义略说，最后来看译者，唐中天竺沙门波那密地。唐朝时候呢，中天竺中印度的沙门，沙门呢有四种沙门，第一是圣道沙门，修行正果的圣贤呢，第二呢是说道沙门，自己了解有证悟，而且能够弘法利生。第三是活道沙门，持戒修真，以道治活。他不能够广利众生，他自己呢可以如法修行。第四是悟道沙门，不持戒律，拜拜佛门，悟道沙门。所以呢，希望我们出家众能够成为，最起码是国道沙门，如法修行，心与法相应，心依于法，法依于穷，穷依于死，思维沟壑，然后再做说道沙门，来自于呢正入圣道啊，圣道沙门。波罗蜜地，华严是第一量啊。乌常国沙门，弥伽世家一语。这个乌常国就是乌藏那国了，是北印度了啊。乌藏那莲师也是乌藏那国，是现在乌藏那国。弥伽世家呢，译为中文是能降伏，能降伏烦恼，能降伏妄心。一语，它很通达两种啊，梵文和和我们中土的语言都很通达，所以呢，它一语。罗浮山蓝楼寺沙门怀迪正义，正义就是参加那个教队呀，参详教队呀，正义。罗浮山呢，广东那个佛罗里罗浮山呢，蓝楼寺沙门怀迪，迪就是静，精进呢，常怀精进，这个法门是常怀精进，这位法师呢，怀迪法师呢，参加了这个经典的翻译正义，菩萨的弟子前正义。正义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寺清河房荣比寿，菩萨的弟子呢，这是他的法贤呢，在佛门之中，他是所说的戒呢是居士菩萨戒。那我们居士菩萨戒呢，你可以受那个《法王经》的十条正戒、48条清戒，也可以按照那个《优普舍戒经》呢，6条正戒、28条清戒。弟子学在师后，学在师后呢，可以称为弟。那解从师生，对佛法的正悟理解呢，是由老师那里出生的啊，法乳之恩呢，所以呢称为子法子，菩萨戒弟子。底下呢是他的世俗的光显，前以前的前任的先前的，那就是他被贬了，他是是他以前的光明呢。正义大夫呢是严光啊，专门劝谏皇帝的了。同中书门下平章寺，同是监的意思。当时啊，他监了两项啊，
那中书省和宁夏省，唐朝的那个官制呢三省六部，中书省呢就专门找王爷皇帝的那个命令啊给他记下来，宁夏省呢就发布政令，发布诏书，然后还有尚书省呢，尚书省下面分为那个六部尚书啊，吏户礼兵刑工啊，这个六部尚书这个执行的机构啊。那当时呢，同时兼了这个中书省和宁夏省的宰相啊，参与政治。清河是他的故乡，房荣啊，笔奏他呢，笔录，而且呢，润色，把他润色的比较有文采。接下来我们看新闻了啊，新闻呢一般分为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三分，这是道安法师所定下来的所谓四海洗澡子，弥天四道安嘛，道安的故事很多啊，也很有智慧。那么那个它分为三分呢，后面清光菩萨有一个佛地论翻译过来，上面也就明确地说了有起教因缘分、圣教所说分和信受奉行分信受奉行分呢，那么这个三分呢就与道安法师的三分呢相通，对后世都尊崇。序分呢分为正信序和发起序，正信序呢是通序六种成就，经走六种成就，发起序是别序，本经特别力叫起因缘，从如是我闻一直到闻诸之利而为上首，这个是正信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四罗伐城齐桓金色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如是信成就。我闻闻成就一时时成就，佛主成就，在十罗伐城齐桓金色处所成就，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啊，以及后面的这些圆觉呀、菩萨呀，这是大众众成就这是为了那个阶级经典呢如来临入涅槃，阿难尊者以四字问佛：佛住四时，依佛而住；佛灭度后，依何而住？佛答呢，以四念处而住。佛住四时呢，依佛为师；佛灭度后，依何为师？佛答就持戒为师。然后呢，如何证明是如来心口宣言呢？就说要四那个具足六种成就正信。然后呢，第四个方面呢，恶性比丘如何降伏？佛就说末顶末顶字。那么这个信如是信成就，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信为道源佛道的根源诸佛因地呢都是由信而生解，依解起行，因行而得证无上佛果，所以呢信为道源功德母呢，信是五根之首啊，信根、坚信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一切功德的根源一切功德由信而生所以说大师都论上说，佛法大海为信能入，为智能度一切善法呢因为信而得增长。在本经来说呢，如是如来藏妙根如信实如
妙真如性是如。是呢，一切事究竟坚固为是。那么一切事究竟坚固啊，就是什么念？什么念？是国法啊，国法。如来藏妙真如性呢，是离体。一切事相啊，我们穷究到毕竟，全是即理，全相即性，坚固不坏，就可以了解无一物我心，无一法不是我体。这个样子呢，称之为如是。我闻啊，是这个样子。我阿难，听从佛闻。我呢有四种，一个是凡夫的妄执我，执着于这个四大假和之身为我；第二个是外道妄地的神我；第三是菩萨随世俗假名安逸的假我；第四个是如来法身真我。这里面阿难称我呢是随顺世间假名安逸，我阿难听从佛闻。闻为什么是我啊？我闻不是耳闻呢？经典里面就说得很透彻，如是闻性，是心非耳，是心非耳，能闻的性啊，是真心的用啊。中文上面会说参禅、参话头。念佛是谁？不会参，那不会参哦。老师怎么念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呢？是不是参话的，是念话头来的。有些人呢就想，念佛是谁？念佛是我呢？很简单，参什么？好，你说念佛是你，可以一直追下去啊。念佛是你啊，念佛是我，那是我的真念佛还是我的心念佛？我的心在念佛，对不对？好，我的心在念佛。我睡觉的时候，我的心在不在？在。那为什么不能念佛？然后呢？你说哦，那是我的那个是嘴念佛。那好，你死了以后，你嘴在不在？嘴也在呀。为什么不能念佛？要起疑情啊，这个是最皮毛、最皮毛的啊，要能够呢一直追下去。我们说我闻呢，这个不可以说耳闻呢，因为怎么样，闻是心里妙用，真心里妙用，能闻呢，那个八十规矩颂啊，八十规矩颂上面说呢，九元气吧。好香灵，离山河观城市，那么九元七八好香灵，我们眼睛能够见万物啊，有九种缘才能见啊，后面你会详细讲啊。所以呢，先上说如自闻性，自心非耳啊，由根中不生灭的闻性，我们才能够闻法。暂闻别缘呢，这个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暂闻的形成是闻闻不了解万法唯心原来真无性，不了解这个道理，执着于有一个能闻的根和一个所闻的呢，生成这个是闻闻。还有闻不闻，闻不闻是通教了知根尘诸法，皆除人生，其性空寂。所以闻不闻，不闻闻是别教，不闻先修空观，所以不闻。然后呢，从空出假，闻假名安立，所以说不闻闻。不闻不闻呢，是原教菩萨的修法
不但没有能闻所闻，并且呢，连这个空这个能闻也是不可得啊。人空法空，地空亦空，二是空空，然不着啊。我们说不闻不闻啊，我们说我闻。我们呢那个讲这个总楞严经啊，大家呢这个有时间的话呢，事前呢先看一看这个经典啊。这个身法呢不可以浅说，我们这里呢我们讲起来可能比较有一点啊，不会很生动，因为呢不可以讲很多的故事啊这些，因为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圆解啊，也可以看一看那个圆英法师的《大佛顶所能严经》的讲义啊，讲义。然后的话呢，我们先有一个基础啊，然后的话呢，因为我们时间呢比较短暂，我也希望呢详细讲什么教理，我希望说啊，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呢开圆解，了解如何是真心修行，然后呢迅速地进入到这个啊实修力啊方法起原型啊二十五正修正圆通的具体的方法啊。然后的话呢，昨天呢那个有一个同学啊，那个说了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看能不能够了解啊。那个楞严上面后面讲的二十五正修正圆通啊，然后呢文殊菩萨选择呢，他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没有选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好像在这个总楞严经上面对这个念佛圆通呢好像不是很重视，为什么？净土法门是特别殊胜的，我们也一直讲为什么这里面没有说那么就啊，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没有选择念佛圆通，而是选择耳根圆通？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个耳根圆通呢是特别受推崇的，所谓此上真教体心境在音闻，欲取三摩提时从文中入，反闻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肯定这个耳根圆通啊是最契合我们的根基啊，最好修的。但是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是修耳根圆通成佛的吗？不是，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他是眼根圆通啊成佛的。释迦牟尼佛那法的时候啊，业主明心助王得道，成佛的时候说呢，期待期待大度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眼根呢，眼根圆通啊，看这个明心呢豁然大悟成佛啊，眼根成就的呢。我们禅宗的初祖大家圣尊者，禅宗这个怎么传下大家都知道了，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拉起一只优婆罗花，假圣尊者啊开眼含笑，释迦牟尼佛马上就说，吾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教美传不利文字，这样子的心意方面富足我的假设。禅宗心怎么传下来呢？大家是真的啊，怎么得到的禅宗心也是怎么样眼根圆通啊，眼睛看到了眼根圆通呢，看到这个优婆罗花会心一笑嘛，传下来了。为什么不是耳根呢？那我们这些特别推崇他是耳，特别的啊，选择耳根圆通是最殊胜的，这个可以参一参啊。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也可以参一参的，这个摩登前女啊，摩登前的女儿啊，摩登前是母亲的名字，这个女儿名字叫伯吉提，这个摩登前的女儿呢，前面是那么业障重呢？为什么听闻到这个什么年法以后马上可以怎么样可以成就啊，成阿罗汉呢？可是那时候怎么样，阿罗汉来于整个大部分所能研究都听完了，
他没有成阿罗汉呢？他怎么认同了？怎么说成阿罗汉？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接近经典的时候，大家是怎么着？召集五百大阿罗汉来会听经典，召了299人，啊，加上阿兰陀是500人。阿兰在里面呢，大家是被命令拿出去，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他没有证罗汉果位啊，啊，他不是罗汉，他不是阿罗汉呢。哎，训练他很惭愧，出去了，出去勤奋一修，比较疲劳，放下来，准备休息一下。这个头差不多还要等头的时候啊，忽然大悟，证得阿罗汉，是在那个时候才证罗汉，证阿罗汉的。为什么？啊，前面那个摩登前面那个业障很重的。我们现在的一个例子啊，老师说，哎呀，我业障重呢，所以我身体不好呢，所以我就是不能成就了。老师这样子说，其实我们以后不要说这个话了。你真正你了解了什么原因啊，你应该怎么样？要有信心的，信之心是佛，根据如来藏心呢，啊，信心是佛，哎，我们业障重呢？那个央紧摩罗经上说，央紧摩罗啊，很慈悲哀悼啊，啊，他杀了999人呢。他那个师傅骗他，说你杀你打1000个人，你右手中指啊串起来供养这个啊，这个什么大自在天呢，你就可以成就。杀了999人，后面呢，凑1000个人凑不上，母亲的送饭还杀母亲呢。哎，佛为了护法他呢，很现实的面前，他舍得母亲来杀佛了。嗯，你看这个是极重的忤逆罪呀。他后面怎么样？见佛闻法，证阿罗汉果，那业障很重的，杀了那么多人。哎，所以我们也要真正的希望大家能透过这个学习上的眼睛啊，能够顶天立地，就能够正法去做，顶天立地。啊，然后呢，真正的呢，啊，那个知道用真心修行，想。